这并不是说我看到这是一条路，然后或者这是一个艺术类型，然后我选择了它，不是，而是不知不觉中走到这条路。我比较是一直在思考，艺术本质是什么。很多作品都在传达一种隐喻，隐喻就是因为真的人生你没办法描述它的长宽高，你只能用象征的方式。